如何让女友的父母喜欢你？对男人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比女友对自己说：“我们需要谈谈，我想你去见见我的父母”更可怕的了。你将需要洗个澡，刮好胡子，理个精神的发型，强有力的握手，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。第一步，多了解他们，尽量多了解他的父母。他们是老古板、老顽童、狂热的旅行者、高尔夫迷。对他们有所了解，将帮助你决定如何穿着打扮，如何谈吐。第二步，理发、剪指甲，理个清爽的发型，并且把指甲剪干净，这些都将向未来岳父岳母显示出你很在意他们的女儿。第三步，询问你的女友的意见，向你的女友征求穿着方面的建议。如果你对她的建议不以为然，那就穿上便裤和衬衫吧。第四步，带份礼物，一束鲜花或者是一瓶葡萄酒是最常见的。如果你带了一束花，那就顺便再带个花瓶吧，这样女主人就不用为找不到花瓶而尴尬。第五步，当你被引荐之后，微笑看着她父母的眼睛，然后伸出你的手。这时候与其说我能照顾好你的女儿，不如一个坚定的握手。第六步，多问问题，因为人们都喜欢谈论他们自己，特别是老人。小提示，通过询问你女友小时候的样子，可以帮助你在未来岳父岳母心中加分。第七步，为身后的人扶住门，为女士拿椅子，并且在任何时候，当有女性进出的时候都要站起来。第八步，准备好回答关于背景和人生目标的一大堆问题吧，并且保持微笑。第九步，感谢，当你要走的时候，应当感谢女友父母今天的招待，一些细节能使感谢显得更加真诚。你知道吗？一项针对单身女士的调查显示，42%的女性在交往6个月后才会将她的男友带回家。